大家好，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如何删除 Chrome 的网页浏览记录。首先先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点击右上方三个点的按键，选择历史记录，然后点击清除浏览数据。这里可以设置要删除数据的时间范围，选择时间不限，意思就是删除完所有数据。选择基本的话，一般会删除浏览数据、网站数据及图片或文件的缓存。如果选择高级的话，高级选项可以选择清除保存密码、自动填写表格数据和网站设置。选择好要清除的数据和时间范围后，点击下方的清除数据就可以了。完成清除数据后，点知道了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清除浏览数据了。好了，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。喜欢这类型视频，记得订阅给赞喽。